生泡几个妞才够本呢？我个人认为哈，能泡几个你就多泡几个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会泡妞的男人一般混的都比较好，了解女人就了解了社会，就了解了市场。所以说你遇到喜欢的女人，那你一定要主动一点，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哦。但是有些男人你得注意了，就是呢你本来挺给力的，可是一到关键时候啊，你总是在被窝里放屁，而且呢在靠近你的时候就能闻到你嘴巴里有口臭的味道。女人呢对气味都是敏感的，这样就再好的兴致也被你搞没了。如果说你经常感觉到肚子里有气儿，经常爱放屁，还口干口苦口臭，后背油腻，粉刺大，尿黄起沫，头发呢还总爱出油，眼睛干涩，情绪易怒，心情啊总是很烦躁，那有以上这些情况出现呢，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我经常用的小方法，就是经常喝这个北京同仁堂蒲公英决明子茶。每天呢咱们取出一小包，用开水冲泡五分钟就可以喝。它这一大包里呢有30小包，关键呢它这个是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，买着放心，喝着也安心。现在呢还有活动，29.9元一包，买2包送一包，到手是3大包，非常的划算。点击下面小黄车，有需要的家人一定要去试试。